你们觉得这个行不行？咱们到底是先说喝水还是先说吃饭？先说喝水的话呢，咱们打个喝水；先说吃饭的话呢，咱们打一个吃饭。你们觉得行不行？我不知道哪个机会会更大一点，是直接了当的说吃饭吗？还是说先说喝水啊，哥哥姐们，先说喝水好不好？我来看一下啊，小陈有点紧张啊，这个有点年轻啊，这个是年轻的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哎呦，阿姨你好，你在叫我吗？哎呦，不是不是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眼神不太好，是阿妹啊，阿妹你从哪里来呀？哦，这个是红薯啊，对，哦，这是喂猪的吧？对。哎呦，你们这边都喂猪的喂的比较多了。我是过来抖音直播的，一看这阿妹就是非常的这个年轻啊，阿妹应该没有20岁吧？有。有20岁、嗯？那咱们这边是侗族是苗族啊？这边是侗族。哦，你们这边属于是侗、啊，哦，全部都是侗家人。哎呀，老妹儿啊，你这个穿的衣服太漂亮了，太美了。嗯，自己的衣服是吧？那个阿妹啊，那个能不能给你聊两句再走啊？就是说，能不能聊两句啊？你现在有没有时间嘛？有，有是吧？那个阿妹，我是过来抖音直播的，然后呢，我家在安徽，刚刚路过你们这个寨子，开了1800多公里，还来到了你们这个寨子。你晚饭吃了没有啊？嗯，还没有。晚饭现在还没有吃啊？是这样子的啊。我昨天晚上就到了，然后呢，昨天晚上没有吃饭，今天早上也没有吃饭，直到这个中午也没有吃饭，所以说你也没有吃饭，我也没有吃饭，所以说好巧哦，我也没有吃饭。你看看这个方不方便到你们家里面吃个家常便饭？你看看方不方便呀？吃饭啊？啊，对呀、啊。吃饭。哎，就吃个饭。不方便。啊？不方便。不方便？不是。不是我吃不了多少，阿妹，我两个人，我还有个助理啊，我两个人吃饭，我吃不了太多，我就吃那么一丢丢就行了，阿妹，真的吃不了多少。你吃那么一丢丢？啊，对啊，我就吃那么一点，你看行不行不？那你身体板砸吗？啊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不是哥哥姐妹，他是什么意思啊？身体板砸是什么意思？咱们直播间有没有知道？不是阿妹，板砸是。板砸是什么意思？板砸不知道。板砸我不知道吗？我刚刚来到你们这侗寨啊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嘛。板砸是什么意思？哥哥姐们，咱们直播间有没有知道的？身体还板砸，我板砸，老妹儿，我板砸的。你吃那么一丢丢？啊，我饭量有限，我吃不了多少，身体很好的，有力气是吧？哦，板砸就是有力气啊。那我有力气吗？哎，阿妹，说句实在话，你看看方不方便？如果方便的话呢，我就跟你回家。哎，我要求不高，就是说，因为我脸皮比较薄嘛，所以说，就是说，如果你们家如果有鸡呀、啊、鸭呀、啊，随便整一只就可以了。哎，你家到时有鸡？有鸡啊，那方不方便嘛？吃不了多少。嗯，去嘛。哎呀，老妹儿啊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个人好啊，真的。那个哥哥姐们，那咱们，那你家在哪里啊？阿妹，我家在那边。你家就在这前面是吧？啊，对。那我就跟你回家了。啊，真的就说好了。好。你们家是有鸡是吧？有几只鸡啊？我家有两只土鸡。有两只土鸡啊！我跟你说，老妹儿，我来到你们这个寨子，从来没有吃过啊，像侗族的土鸡土鸭，从来没有吃过。这今天遇到你也是荣幸啊。哈哈，哎，那阿妹啊，我想问一下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你老公呢？我老公跑了。不是什么什么跑了，跑了是什么意思啊？他跑了，不跟我过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老公走了还是跑了？他跑了。他跑哪里去了呀？不知道去哪了。哦，他不是老妹，他为什么跑了？他不习惯我们这边的生活。有点累，像挑的啊，什么背的啊。哦，那你现在是单身了？哦，那他跑了，那他是上门的。哦，就是来到你们家来过日子。哦，来到你们家来过日子的那一种是吧？哦，跑了。那你今年有多大了？23了。23岁？那你应该没有崽吧？有崽。有几个崽呀？三个崽，男孩女孩啊？有两个儿子，一个闺女嘛。不是，你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姑娘。对。
哎呀，那我也是单身，那不行的啊，那我这个受不了。那有两个，那就算了，哥哥姐妹，咱们不能接啊。因为啥呢？他有两个儿子，两个儿子一个姑娘的话呢，那就算了哈。因为啥？这个我是受不了啊，哥哥姐妹，这个不行。我虽然说是单身啊，这个不复合，我也是单身，就是说可能不太适合啊。那不行的吧，哥哥姐妹，这两个儿子的话，我这我腿都那个了，我腿都折了。哥哥姐妹，那不是他为什么跑啊，老妹儿啊？习惯我们这边的哦，他不习惯是吧？哦，这样子了。哦，这里不是这么快还没聊完呢，就到你家了。不是，你过来。这个是你家，你家里人现在都在家？我妈在家。哦，这样，来，过来，咱多聊两句嘛。这真的是那个，就是你老公现在走多长时间了？走好久了。那你今年20多岁。哎呀，这真的20多岁，慢慢找哈，不要着急，知道不？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的话呢，那个好好找，慢点找，不要着急，慢慢找啊。这个是你家是吧？那就吃只鸡就行，我要求不高的啊。那行了，那我就进来了。哎呀，阿妹，哎呦，阿妹这个人好啊。哎呦，哎呀，阿姨你好。哎呀，我是过来抖音直播的。阿姨你好，这是阿姨是吧？这是你妈了。哎呦。啊，那个阿姨你好，嘿嘿，那我进来了吧？那我进来了，不是坏人啊。哎，过来了，哎，那我就进来了啊。哎呀，方便的啊。嘿，阿姨，嘿嘿，我这个我是抖音直播的，家在安徽，刚刚来到你们这个寨子啊，刚刚来到你们这个寨子，是过来这个玩的、旅游的，专业蹭饭的，嘿，就是说品尝咱们这个乡村美食美味的阿姨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主播，刚刚来到啊。然后的话呢，我昨天晚上没有吃饭，中午也没有吃饭，所以说你看看这个方不方便在你们家里面吃个晚饭，阿姨。不能。不是。啊？什么？不是。不是吃个饭不行？不是，阿姨没阿姨没有听懂吧？阿姨是这样子的。我是安徽过来的，开了1800多公里，开了3天的车子，然后昨天晚上没有吃饭，早饭没有吃，中午也没有吃，所以说如果再不吃就不行了，知道吧？所以说我就想着晚饭就在你们家吃个饭，就吃饭，哎，方不方便？方便。啊，不是，阿姨呀，听懂了。啊，阿姨啊，就是说刚才我遇到你那个你姑娘了，你姑娘说你家有鸡，我要求不高，就是杀一只鸡就行了。没有啊，就是你们家不是有鸡吗？没有啊，不是，有那个猪也行啊，猪没有，鸭子啥的啊？没有，不是阿妹啊，你们家有没有鸡啊？有啊，有几只啊？有两只啊。不是，阿姨你家有没有鸡啊？没有啊。啊，不是阿姨，我吃不了多少，因为你那个鸡的话，如果放时间久了，那个肉就老了，它不好吃，它嚼不动。阿姨没有，吃不了多少，杀两只，实在不行杀一只也行，我两个人吃，哎，一起吃嘛。不行啊，好水不流外人田。不是阿姨，哎呀这呵呵，哎呀这，哎，阿姨，那个就是不吃鸡也行，吃鸭子也行，家里有没有鸭子呀啥的，啥都行，就是有啥吃啥，我不挑食，就吃个3碗到5碗米饭就可以了。没有啊，哎呀，这咋整啊，哥哥姐妹，这完了，哎呀，这就哎呀，那个阿姨呀，阿姨不是坏人呢，出门。在家靠父母嘛，出门靠朋友。阿姨，你这人长得太漂亮了，这个衣服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衣服穿的太漂亮了哦。哎呀，这真的，哎呀，完了，屁也吃不着啊。哎呀，你就是不要说这种话，我跟你说，你要如果出来的话，你连这个，我跟你说，连蹭都蹭不到啊，真的是，你就会说那种话。哎呀，这真的，不是阿姨啊，阿姨啊，哎呀，那个小妹啊，哎呀。就是你老公不在家哦，也没有老公了啊，那老公他出去了是吧？走了啊。这个啥啊，这个就是随便吃点就行了，就是说有腊肉啊，哎，有什么菜都行，哎，就吃一顿饭不睡觉，我不在你们家睡觉，嘿，我就吃完饭我就滚犊子啊，我脸皮比较薄，就是说吃个饭我就走。不行。
哎呀，阿妹，哎呀，那个阿妹，你给阿姨说一声，她把我当坏人了都。哎，你给她先说一声啊，那个哥哥姐们的，别给她，别给你，真的是，那个哥哥姐们，你们觉得行不行？哎呀，这个还能不能吃啊？家们，你们说这个还能不能吃啊？能吃打一个能。哎呀，我这真的，我这个刚刚睡醒啊，哥哥姐们，我说话是不是有点问题？就是，咱要求不高，吃只鸡就行了。家们，已经三天没有吃过鸡肉了，特别想吃啊，一定要吃是吧？哎呀，这真的，这BBQ 了，你们觉得有没有戏啊？正在商量中，哥哥姐们。阿姨你好，吃饭没得？还没有齐饭啊？哦，这个是你家了，回头到你家哈，好不好？还没有吃饭啊？哦，这个阿姨人好吧，哥姐们啊，我要到她隔壁蹭的话有点不给面子了。嘿，阿姨你去哪里啊？去喂猪啊？别喂了，阿姨要不先做饭先吃饭。哎呀，那家里实在不方便，就给你要一丢丢的米，可以吗？哎呀，就那这样吧，那个哥姐们，要不这样吧，你们觉得这个？哎呀，算了啊，那个阿妹啊，那这样吧，就是说有没有那个米啊，我借一点也行，然后我借到我车里面去吃也行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不？我带袋子了，哎，那行不行？你给我装点，我带的都是我自己带的，你看行不行？给我装点米吧，好不好？谢谢你嘞，哎，行，那走。那给我装点米啊，嘿嘿，那个我吃不了多少，阿姨，嘿嘿，吃不了我太多，我就吃一点点就行啊。哎，那个阿姨，你就在这边坐着先休息一下啊。嘿，那行，那走，我就接一点点，我就走了哈。我不跟你姑娘我多聊天了。哎，那行啊，在哪里啊？哎呦，阿妹，你多给我搞点，因为天黑了，我明天早上中午都要吃饭，所以你给我多搞点啊！你搞多少，我要多少，好不好？你这人太热情了，来搞点啊！哎，来，哎呀，多搞点，阿妹，多搞点，不要说话，你多搞点就行了。哎呀，谢谢。哎呀，这真的，阿妹是个非常热情、非常善良、好客之人啊！哎呀，这真的，嗯，哎呦喂，哎呦，不是啊。不是，没多了啊，没多啊，不是，哎呦，阿姨，你什么时候进来的呀？不是那个阿妹啊，你这点的话不一定够吃啊。不就吃这么一丢丢吗？哎呦，阿姨啊，我两个人吃饭，两个人吃，哎呀，那个阿姨，这里面有点热，你就是说你先出去坐一下，我马上我就走了，嘿嘿，那个阿妹啊。是这样子的啊，我两个人吃饭，我的饭量有点小，知道不？我助理的饭量有点大，你这点的话都不够他塞牙缝。然后他的话呢，他就吃个五碗，知道吧？他一顿要吃五碗米饭，哎，我呢就吃三碗，加在一起的话呢是八碗。就说你再整一点儿，然后呢不要整太多，整太多也吃不完，再整个五六碗就够了，还行不行？就是再多多少再整点，哎，那个阿姨。你放心，下个月啊，32号结工资的话呢，我就过来还给你们哈。下个月32号了啊，嘿嘿，那行了，再搞点啊，来，哎，哎，那哎呦呀，来，哎，够了，再来两碗啊，够了，嘿，再来碗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，阿妹，你这人心是真好，哎，心真好啊，哎呀，哎呦。够了，哎呀，阿姨多了吃不完呢，阿姨你这太长得太漂亮了，没了，哎呀，阿姨呀，我，哎呀，我天，这酒，哎呀，这，那我出去了啊，那啊，够了，哎，啊，不来了，够了，这够不够啊，哥哥姐们，够的话咱打个够了哈，这差不多吧，够不够？够的话咱打个够啊，哎呀，那，哎，这差不多了，哎呀，再来点，那行，哎呀，阿妹啊。你不光人长得漂亮，心地还这么的善良啊！哎呀，这是真好啊！哥哥姐妹还是单身，我也是单身啊！这真的，哎呀，就是不合适啊！他有两个儿子，两个儿子的话，给我搞够呛啊，那不行啊！哥姐妹，你没说我们俩如果是合适不合适？合适打个合适，不合适打个不合适啊！两个姑娘不是两个儿子，一个姑娘的，那个阿妹，我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，说嘛。是这样子的啊，但是我不好意思说啊，我脸皮有点薄，不好意思讲。没事。
那没事，那我就说了啊，阿妹，我过来三天了，三天没有吃过猪肉了。然后你们家里面有没有那个猪肉啊？黑毛猪肉，你们家里面有没得？我们多少几天不吃肉？啊，不吃肉，你们也不吃肉啊？就那个鸡肉啊、鸭肉啊、鹅肉，啥肉都行。因为我三天没有吃过猪肉了，整个人都虚了。你看，就是如果有的话，给我整一点点就行，我要求不高，就一点点就行。你想的这些我都没有，但是啊，我家有腊肉，拿给你。腊肉有腊肉，那腊肉也可以嘛？那怎么？那腊肉在哪里啊？那行，那给我整一点吧，那整一点啊。这个哥姐们，小陈这个脸皮有点薄，知道吧？咱们不好意思的啊，咱们不好意思的。哎，咱们这个就要一点点，在哪里啊？哎呦，这个，阿妹，我听说，不是咱们这个寨子有300年的老腊肉，这个是不是有300年了？这我们刚腌制的，刚刚腌制的哦。我听说咱们这个寨子有300年，我以为这个就是300年的老腊肉嘞，哦，这个不是是吧？那个阿妹，这是2块是吧？嗯。哎呦，阿姨，哎呀，阿姨，就是说你们这2块的话，应该也吃不完吧？阿姨啊。没有。啊？没有了。没有了，就这2块了是吧？那2块的话，那个阿姨，你们这个应该之前都吃过很多了哈。我又想吃。哎。那个估计吃多了，我跟你说，阿姨，你看这个没有？它这里面有点肥，如果是时间久了，如果吃了多的话，它可能不好。咱这样子，就是说那个以防万一啊，这个就2块都给我了，好不好吧？就是说那个，就之后的话，明年你们再腌啊。哎，那个阿妹，给我装一点哈，我要就是说那个啥，来，这有袋子，袋子都是我的，袋子都是我自己带的啊。那个阿姨啊，那就这2块都给我装上了，阿妹，来，快来。哎呀，那个，哎，这个好啊，这个腊肉，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没有吃过这边的腊肉啊？哥哥姐妹有没有这？有没有这？哎呦，阿姨还给我装，看到没有？啊？那装1块吧，那装1块，阿姨啊，那装1块，那装1块，1块，那1块也行，那1块。哎，那1块，来来，给直接拿，直接拿，哎，拿1块就行啊。嘿嘿，那行，来来来，哎，好啊，可以了，快。不是你怎么还找刀干嘛？阿姨，哎呀，不是阿姨，阿姨，不是，阿姨，那多吃不完，啊，多，我要一，哎呀，这够不够吃啊？这个，这一点呢，这够不够吃啊？阿姨呀，有点少吧。阿姨，你长得太漂亮了哦！阿姨，你这是小包包啊，荷包，看到没有？哎呀，阿姨，这你这后面是荷包哦，是荷包啊！哇，这个老漂亮了哦！以后到安徽去，我请你吃我们那边的，我们那边有那个黄山包子，哎，我到时候请你吃。哎呀，那个这肉有点少，啊，这能不能？好了，够了。你把那一块给我装着吧，来来来，不要说话啊，给我装着。阿姨，就是说我是安徽宿州的，以后到安徽去的话呢，找我，我叫小陈，哎，我叫小陈，走乡村，以后就过来找我就行了，阿姨啊，哎哎，好了没有？哎，以后就过去来找我的啊，那给我放在那外面啊，哎，那行啊，就在那外面的啊，哎，这，快点，哎呀，就这一点，够了不？哥你们，这是肉啊。青菜，哎，你家我刚才看到有那个韭菜，你们那个韭菜还要不要啊？那韭菜也可以啊，那韭菜，就是说那个韭菜炒鸡蛋我也想吃。你看，如果方便的话，就给我装了。你们这边也多，是不是？那个，来，这边有袋子，把那个给我整了，好不好？哎，那行，哎，阿姨，你们这，哎呀，太漂亮了哦，阿姨，哎，阿姨，你在这边哈，哎，来，我就要一点点，这个是韭菜是吧？哎呀，这个韭菜好，哎呀，这个好，来一点就行，不要来多，不要来多，来多的话吃不完，我2个人吃，哎，一个是女孩子吃，一个是我吃，哎，就这一点吧，够不够，哥姐们，够不够？够的话，哎呀，阿姨别掉了，掉了浪费啊，把这掉的也给我喽，就这点呢，哇塞，哎呀，那行吧，那这一点啊。哇塞，这够了啊，够了，不要多。阿妹啊，你这个是啥呀？这个？我们的土鸡蛋。哎呦，这是鸡蛋呢、啊？嗯。
阿姨，这个是啥呀？这个我怎么感觉有点熟悉啊？你这个是啥东西啊？这个阿姨，这个是什么呀？鸡蛋呢？哦，这个就是鸡蛋。哎呦，这是你们家那个鸡饭的是吧？这个好不好吃啊？没有吃过嘞，没不好吃，不好吃啊？不是不好吃，那不好吃的话给我两个不？阿姨，我从来没有吃过鸡蛋，那个鸡蛋的话给我两个好不好？吃蛋补蛋，就啊，就是你不好吃吗？不好吃，给我两个喽。这个是鸡蛋是吧？哦，你们家自己放的鸡蛋呢？对，这谁放的呀？是鸡养啊。鸡放的。嗯。哦，这个是鸡放的蛋。嗯。公鸡还是母鸡啊，阿姨啊？母鸡啊。母鸡放的蛋。哎呀，这个母鸡放的蛋应该很香了不？阿妹，那给我装两个吧，好不好？哎，那行，给我装两个。哎呀，这个好。阿姨，我就要两个。哎，就要两个就行了，再搞一个就行。哎呀，那把这个装了吧。那正好四个就够了啊。哎呀，够不够？哥几们这差不多了吧？那行了。哎呀，阿姨，哎呀，这真的，你这个油也不多了。哎，那把这个油的话，你们这个晚上还吃不吃啊？这油也不多了，正好我炒鸡蛋的时候，我需要这个油，阿姨，好不好？哎，亮丽哪里了？啊，不行啊，那行，那够了。阿妹，哎呀，行吧。那就这样了啊，够不够啊，哥几们，差不多了吧？你们觉得这点够不够吃啊？那有没有袋子呀？有没有袋子给我装着？找一个袋子给我装着，我就走了。哎呀，今天咱们去做饭了啊，哥几们，我到我车里面去做饭了啊。哎，行，哎，那就装在这里面了啊。哎，好嘞，还有那个猪肉啊，哎，猪肉。哎呀，这阿妹人太好了，阿姨，你们这个心地太善良了。心地太善良喽，人又长得非常的美丽啊，嘿嘿，哎呀，这个好，你们这边是冻服啊，是冻衣啊，哎呀，哎，啊，给我那个，啊，行吧，那个阿妹啊，阿妹，你过来一下，阿妹，你有没有空啊？你现在呀？有。你有空啊？就是你要如果有空的话，方不方便就是说给我送一下，就是把我送到车子跟前，因为我这个一个手拿灯，一个手拿手机不太方便。你看，要如果方便的话，就给我提一下，好不好啊？好啊，好。我问一下我妈。那也行，你问一下。我去送一下她，马上就回来。她送，啊不，这是啥东西啊？她说她送，不是，不是你送我，不是阿妹，怎么回事啊？不是，让阿姨送还是让阿妹送啊？哎，这不是我让她，哎呀这，哎呀阿姨这走了，哎，不是你，那阿姨送我呀？哎呀，她送她拿回来。啊，我平常都是女孩送我的，哎呀那她送我呀，那我走了，哎呦那阿妹那再见了，哎呀那我走了，哎谢谢，那再见了啊，那哎呀那我走了，哎呀。哦，好，那个阿姨呀，不是，阿姨，我，哎呀，这阿姨，哎呀，就我车子在前面啊，那个路口，阿姨，我车子就在那个路口，哎，一会就到了，阿姨，哎呀，这咋整？阿姨就在那前面啊，前面，阿姨，你等等我，你走得太快了，阿姨，你腿短，你走那么快，阿姨啊，阿姨，你们这边是洞府啊，穿的衣服太漂亮了，阿姨，嗯，漂亮啊，哎呀，那阿姨给我提着了，哥哥姐妹啊，阿姨已经给我提着了啊，给我提着了，哎呀，这阿姨，你转头。阿姨，你看一下我，我不是什么坏人，我就提一下啊。那个，阿姨，你走慢点儿，你们这边人是真好。阿姨，你今年有多大了呀？阿姨，哎呀，这真的是，哎呀，这今天翻搞的，哎呀，我都不好意思。阿姨，你今年有多大了？有没有30岁呀？阿姨，阿姨呀，嘿嘿。有没有30岁？我感觉你没有30岁，阿姨。哎呀，这个头饰我跟你说，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漂亮的啊。嗯。哎呀，这真的。
阿姨，哎呀，这真的，哇塞，哎呀，阿叔跑哪里去了呀？阿叔去哪里了哦？阿姨，我自己提也行，我自己提就行了，阿姨。阿姨，哎呀，这尴尬的啊，哥姐们，我车子就在这前面啊，就在这前面，马上就到了。阿姨，你要累的话，你休息一下，我提走。阿姨呀、啊，你，哎呀，这真的啊，这个阿姨人好啊，哥姐们啊，太善良了，太热情了，哥姐们给我借了那么多东西哦，这真的太好了哦。哎呀，我这真的今天出乎我的意料啊，这阿姨这个人太主动了，真的太好了、哦。阿姨，阿叔也不在家哦。阿叔去哪里了呀？就是阿叔，你老公去哪里了呀？哎，你走慢点嘛。腿短还走得那么快啊，哥哥姐姐们啊，哎呀，这真的好啊。阿姨哪里？那行吧，那就送我到这里，那我走了哦。嘿嘿，那我就走了哦。那个，哎呦，阿妹你怎么也来了呀？哎呦，你怎么也来了？你找我妈？你来找你妈？哎呀，阿姨呀、啊，哎呀，那个阿姨，你渴不渴呀？渴不渴？如果渴的话，我请你喝瓶水。哎呀，这提的有点累哦。哎呀，这姑娘也来，姑娘你渴不渴呀？渴的话，我请你喝点水也行。喝瓶水，你渴不渴呀？有点渴，要不我请你喝点水吧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？正好这边是小卖部是吧？这里是不是小卖部啊？那行，来，你给我提着。要不要请这个阿妹喝点水啊，哥姐们？要不要？要的话呢，咱打个要字啊，哥姐们。老板有水没得？老板喝点水，给阿妹喝点水吧。你饿不饿呀，阿妹？要不给这个阿妹咱搞，就是你饿不饿？如果饿的话，哥请你吃点面包啥的，那都行。过来。哎，来，那个，过来，你想喝什么？哥今天尽情的请你，行不行？那快来，这里，你自己看着拿就行。哎，啊，你自己拿，你想喝什么？你想喝什么你就自己拿就行了。我都请。哎呀，可以，不要觉得那个价格贵了啥的，不要喝矿泉水啊，你想喝点饮料的都行，捡贵的拿。老妹儿，你捡贵的拿。这个贵不贵啊，老板？我们要贵的，不要那个好不好喝，我们要贵的。是挺贵的。这个贵不贵啊？贵。有没有比这再贵的？没有了。那没有了是吧？这个是最贵的了啊。那行，那就喝这个，你打开，老板给打开一下。哎，给打开一下，拧开。好久没喝了是吧？这个，来，使劲。老板，你给弄开一下，你这真的是，哎，给弄开一下。给整一下，还谢谢了。我跟你说，这老妹人好，心美。哦，那我喝，那你怎么喝呀？一起的吗？一起，不是，那我喝的话，我怕你嫌弃我嘞。没事。那你先喝一口，我再喝。哎呀，这，哎呀，那我不好意思的嘛，那不行，那你喝的啊，那给你买的，那你喝啊。哎呀，那不好意思的啊，给你买的啊。那个老妹，你饿不饿？再搞点吃的。今天你吃的东西我请客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？算了，这个已经太贵了。不要算，你自己看。哎，你火腿肠啥的，你吃一个也可以。这个火腿肠，这个比较粗。哎，这个好，行不行？吃个火腿肠。我跟你说，哎呀，你这个不要把我当外人，知道不？就是你想吃什么随便拿。今天你但凡拿的，我就请你吃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？哎呀，这个阿妹人太那个了啊，太实在了，哥哥姐妹，她不拿就算了哦。啊，还在看呢是吧？还在看，你看中了啥没有啊？没有，那再拿一根嘛。哎呀，那真的是，那再拿一根，那两根嘛，好不好？行不行？小陈啊，你也太小气了啊！我小气吗？哥哥姐姐们，真的是，今天遇到这个阿妹啊，人是非常非常善良的，很热情，很好客的。咱们这个请她喝瓶水也差不多了，来一箱啊！你们说要不要来一箱？哥哥姐姐们，要来一箱扣个一，我看看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有多少人说来一箱的，好不好？真小气，多买点。那行，那个老妹你过来一下。那个老板，
那个王老吉来一箱，我们想喝点王老吉了，来一箱王老吉，然后来一箱那个好日子，哎，快点啊，快点，老板，速度点，速度点。哥姐们，咱们来两箱吧，给那个让阿妹给带回去，好不好？这多少钱呢？我把这个钱给付掉，让他走了。55块吗？55块。这是好日子是吧？是新的是吧？好日子是新的。那个阿妹，你这个人太热情了，太善良了嘛，所以说给你买两瓶这个吧，好不好？够不够？哥姐们，再来一箱啊。够不够？哥哥姐姐们，这两个够不够了？够的话咱打个够了，好不好？不够，太小气了，太少了。那你们讲咱来什么啊？今天所有的，但凡在小陈的直播间的所有的人都有发言权，你们说什么咱们就是什么啊。你们说咱们要什么东西，不小气，好不好？不够是吧？不够，再加桶油。那老板，那个油是怎么卖的呀？55块一桶。55块一桶啊。那你们说要几桶？要一桶打个一，要两桶打个二，要三桶打个三，要四桶打个四，看看咱们直播间的意见好不好，听从咱们大家伙的安排好不好。要几桶油是吧？他家没有油了哦，那没有油了。那个老板，油来两个，哎，两个油先过来了，先过来了啊。两个这个油啊，哥哥姐姐们，两个这个油要四个是吧？要四个，老板再来两个，哎，四个油，好，咱豁出去了啊！今天四桶油，还要什么东西打在公屏上面？但凡你们能打得出来的，咱们看一下行不行？哎，咱们这个先点关注啊，先点个关注啊！这我想喝油了，咱们买点这个油，我想喝油啊！咱们，王老吉再来一箱，这个再来一箱啊！我想喝点王老吉啊，我这个口特别特别的干。哎呀，阿妹啊，我想问，那你喝嘛？你喝过的我不好意思吃，那没事儿。阿妹，这给你买的啊，这没关系啊。哎呀，阿妹啊，那你老公跑了就再也没回来是吧？所以说，就把你一个人就丢在家里面。哦，就再也没回来啊？那你这个想不想他呀？哦，就是你想他不回来是吧？这男的不要也罢，我跟你说真的，这个男的他不可靠，晓得不？所以说啊，你要找一个上门的。哎呦，那你这个压力有点大呀。阿妹啊，给拿着啊，拿着。没事，你吃，都给你买的啊。那个老板，那个再来八宝粥来两箱，八宝粥来两箱啊。哎呦，这个就是说，主要是两个男孩子，知道吧？这个考虑，这个需要去考虑考虑的啊。这压力是有点大的啊。你要找一个上门的是吧？还要上门，到你们家来过日子。哎呀，就算我愿意，我爸妈也不愿意啊。我估计啊，爸爸妈妈在不在直播间？在的话，您打个在啊。这个一上门的话就有三个，哥哥姐姐们啊。哎呀，我再要一个，那四个。哎呀，那不行。哎呀，这想一想，那个老板，这个已经有了，那个蛋黄派来两箱，蛋黄派我们来两箱，哎，好嘞，蛋黄派我们来两箱啊，哥哥姐们。对啊，两个儿子啊，家们，两个儿子啊，哎呀，你今年二十几岁？23岁。哎呦，20岁开始生的啊，一直生到23岁啊。哎呦，那个老板，那这样子啊。哥哥姐们，你们说一下啊，咱们买点日常的吧，咱们不买那种虚头巴脑的，好不好？什么茅台、华子这些东西我们不买，不实在，我感觉啊，用不到，好不好？那个老板，那个我看一下啊，这点是这个东西了啊，你们看一下还有些什么东西啊？鸡蛋是吧？老板有没有鸡蛋？有，鸡蛋，来400鸡蛋，哎，400鸡蛋，来400鸡蛋吧，好不好？哥哥姐姐们。我们来400鸡蛋啊，直播间的朋友们啊，你们看一下吧，要什么咱们就要什么吧，行不行？哥哥姐妹啊，我这个人也是非常实在的，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，知道不？我妈妈在我出门的时候就给我讲了一句话啊，敢要咱们就走了。你把你那两盒给拿着啊，两盒给拿着，咱们就撤了啊。好嘞，把那两个也拿着啊。哎，你过来他就叫你，对呀，那聊他。
这老板人好，哥，老板也不错啊。对，没有付款的这就付款啊。我那重的还是我送过来啊。那我待我待会再过来挑啊。啊啊，好的。哎，那个水呢？走，哎，走了走了走了。那我的灯，哎，我的灯啊，咱们拿着。老板，你把那个先打下包啊。那个鸡蛋什么的先打包，打包完之后我们过来再弄啊。好嘞好嘞好嘞，走走。哎呦呦，哎呦，吓坏我了。走了。好嘞。啊，现在去你家。这给你买的呀。好嘞，拿着。啊，那。走了，哥姐们，小花呢？小花她那个了，小花她这两天我估计她不干了，哥姐们，她那个啥，她难受，她说，小花她难受啊，哥姐们，咱那个啥啊，我放首音乐吧，咱们来听一听啊，对啊，如果不是阿妹好，咱们也不会挑东西啊。哎呀，阿妹，会不会跳舞啊？不会跳舞啊。一个舞都不会跳啊。哦，这样子扭一扭呢，来，3、2、1走。阿妹还不会扭啊，哥哥姐姐们啊，咱们回到家里面看看这个阿姨的表情好不好。哥姐们看看阿姨的表情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好不好。小陈能拍吗？那个右下角小黄车啊，最后10秒钟的时间，没有付款的抓紧去付款，咱们就结束了，咱们这个活动就结束了，就没有了，哥姐们啊。然后10，没有付款的去付下款啊。9、8、7、6、5、4。对，那个就是说眼干眼涩的模模糊糊可以去吃啊。然后呢，有这种就是说那个朦朦胧胧的，哎，对不对啊？戴眼镜的时候呢，你发现有干血红血丝的疲劳发痒的小孩子，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咱们那个开车比较久的司机，哎，面对着屏幕太久了啊，有点难受的，还有就是说久坐办公室的啊，对不对啊？咱们那些面对着电脑的一定要记得去吃，哎，就好了啊。3、2、1，后台给我清掉一下啊，就没有了啊。咱们这个就结束了，哥姐们没有怀孕啊，让老板送啊。那下一趟吧，咱下一趟咱们让老板送吧，好不好？哥姐们下一趟咱们让老板送吧，行不行？哎呀，这个挑的确实。阿妹啊，那你力气也不是很大嘛，那你这力气也不是很大嘛，你这一下就挑完，那你就挑这一点儿，那早嘞，你要挑这样挑的话，那得挑好几趟啊，老妹儿啊。那没事儿，那待会接着挑嘛，好不好？那没关系啊，这阿妹人可以啊，哥哥姐姐们，哎，我又发了一个福袋啊，我打的是阿妹太可爱了啊，她家就在这边啊，就在这边呢。哎呀，不知道阿姨待会啊会不会很惊讶，哎，咱们也不知道吧。哥哥姐妹啊，咱们也不知道啊，咱们去看一下啊。哥哥姐姐们去瞅一眼好不好吧，饭肯定是没得吃了。哥姐们，哎，来看一下。哎呀，哎，我的天，人家都在说你太可爱了呀，阿妹啊，那个公屏上面人家都在说你太可爱了。哦，这阿姨呢？这阿姨不在家呀。哎呦，这阿姨不在家呀。哎呦，这阿姨呢？出去了吧？啊，她出去了。哎呦，就你一个人啊？哎呀，现在就阿妹一个人了，这阿姨也不在家。哎呀，这咋整啊？那我进来的话，她好不好意思呀？可以啊。哎呦，我把这个灯开了啊。哎呦呦，不是，这个灯不能开了。
哎呀，这不好意思了啊，这个哥你们这咋整啊？这阿姨她不在家了，哎呀，我想混顿饭吃来着啊。坐好吗？不是那个，先把另外的东西都挑过来啊！走，走来，走，我们先把东西先挑好，好不好？不坐，走，那东西还没挑好，走来。哎呀，哥姐们啊，走，去挑东西去了啊！这阿姨不在家呀，那我在这边，这不好意思呀，哥姐们，这咋整？不急是吧？哎呀。这咋整啊，哥姐们？这阿姨她不在家，这哎，那个你老妈呢？我老妈。啊，她去哪里了？她出去了吧？她出去了，她现在没回来，她怎么放心把你交给我了呀？那操！哎呀，这真的是啊。她以为你是。哦，不是坏人的啊，不是坏人的啊、哦！哎呀，这真的，我跟你说，这真的是。这我不是坏人的啊，本来就不是，人家都说我是好人的啊，没关系，就是说走路走一夜都不会有什么事情的，很安全，知道不？我老实的很，我老实，你看我是不是老实的人？是不是很憨厚？是不是？哎呀，啊，开玩笑归开玩笑啊，小林这个人比较实在啊，老实的很，哥哥姐妹，嗯。哎呀，走，我们把东西都挑过来吧，好不好？哇哦，就在这前面啊，挑完，待会你们说要不要让老板给送一条？你们说要不要啊？要的话，咱打个要字，哥姐们，你们说要不要？要的话呢，咱们打一个要啊，哥姐们。这真的啊，这个不然的话，这挑的话又能累死啊，太多了。阿妹啊，你有没有去过外地啊？没有、就是没有出去过、啊、没有打过工，没有，就是只在贵州。对啊，因为还要带孩子嘛。还要带孩子啊？对，阿妹啊，你两个儿子，一个女孩是吧？不是，你这太多了，这少的话呢，少的话还那个点、啊、那个就是说我也没有，我也是单身，阿妹。我是单身，就是说啥呢？就是说什么情况呢？就是你那个有两个儿子，我那个就是说那个，哎，啊，有两个儿子，两个儿子有点太多了，买一送三嘛，买一送三。哎呦，我爸我妈在不在直播间？此时此刻在不在？在的话打个在啊。那个如果觉得你这个觉得合适不合适啊？就是说他说买一送三呢，哎呀我的。就是说我还没那个了啊，就是那个可以不？就是两个，我就厉害了，哥姐们，那我就从此我就厉害了，哎，这真的，哎呀，在是吧？合不合适啊？你们觉得合适不合适啊？哎呀，哦，你还要阿妹，你稍等一下，阿妹，过来，阿妹，就是说不光是这样。还要上门是吧？就是说不光是这样，还要当一个上门女婿是吧？对呀、啊。我要来你们家过日子啊。所以呀、啊，你顺吧，你咋不咋？不是，阿妹啊，就说就这样的话，我得来，还得过来。哎呀，那肯定不行，老妹儿啊，那肯定不合适。就是说我来你家的话，那不太合适，知道不？因为我妈就我一个儿子，他不会答应的。那你就说你单身，我也单身。对，都是单身嘛。对呀、啊。都单身。那我们俩不合适吗？那，哎呀，他真的划得来是吧？小陈，划得来吗？哥姐们，你们说这个划不划得来呀？划不划得来哦？该变董慧到最后给你们上吧，好不好吧？最后给你们上钙片吧，好不好？老板，哎，这老板太忙了，
哥哥姐姐们啊，这老板他太忙了哦。等一会吧。哎呀，等他这样吧。他太忙了，哥哥姐们。我也喝点水啊，我也喝点水。哎呀，这太多了，好忙是吧？要不咱让老板给送一下吧。老板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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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哥姐们，咱们走了啊。哎呀，这真的买了，其实买的多吧，哥姐们啊，买的多吧。这老板他，老板他估计要开车送来。估计他要开车送来啊，这也没事啊。上次送了吗？都送了，都送了。反正有一次我记得，就是说我记得我上次我去他家的时候，好像有一个那面条没送啊，面条，然后到最后又给的，知道不？到最后我又去找他的。面条没送，忘了啊，这没事儿，基本上都不会的，基本上都不会干那事的，可能这个一时间他拿错了啊，就那一次知道吧？我又过来，我就找他后账了，知道吧？他说不会的，就说有那个人家提过去了，知道吧？就是挡路了，人家提到这边，提到边上去了，他忘记拿了啊。上一次，五六天前有一场，因为我每次他们。送完东西以后我要去问的，知道吧？我要去问有没有送啥的啊，因为咱们既然做了事情，咱们肯定要问好的，知道不？你不然的话你这个事情就白做，就等于是白做了，晓得不？钱花了，你到时候东西没有，你缺少一个，那是真金白银咱们都花出去了，对不对呀？付过款了是吧？对，没有付款的你们自己去付款就行了啊。晚上好，家们，晚上好啊。哎呀，这真的，这阿姨估计也不在家啊。哦，哎呀，这真的，哎呦，阿妹累不累哦？累不累？要不要我来挑啊？还行吧。还行是吧？哎呀，这真的，这个挑的确实还。不是，也不是很重啊，也还行是吧？也还行就行啊，可以。哎呀，这一看这个阿妹就是非常能干的啊。小花呢？小花她那个了，小花她这两天她难受，她说她难受，所以说呢，她要休息一下，她要休息一下，哥哥姐姐们，她要休息一下，她肚子疼，今天中午她肚子疼，肚子有点疼，她要休息一下，没关系，她这两天她休息一下也行啊。不能一直让人家累啊！哎呀，当当当当！哇！哎，这阿姨不知道有没有在家啊？阿姨说不定给我做饭吃了，你们相信不相信？阿姨可能此时此刻就在宰鸡，你们觉得有没有这个机会啊？阿姨有没有宰鸡？你们觉得有没有宰鸡给我们吃？说不定把那个牛肉都拿出来了，腊肉都拿出来了，一起在做呢。你们说有没有这个？可不可能啊？你们觉得有没有这个机会啊？我觉得有可能啊，搞个6道菜8道菜，现在在等着我呢啊！已经20多分钟都过去了，哎，我去看一下啊。我感觉差不多了，这个饭已经做的差不多了。我刚才都闻到那个猪肉的香味了啊，嘿，一回家一看，那个鸡都给我杀了。哎呀，你看这个门开了吧？这个门已经开了。哥姐们看到没有啊，这个门啊，嘿嘿嘿，哎呀，这真的啊，阿姨呢？可能出去散散心了吧。她散散心了，她出去散心了。你，哎呀，这该做饭了，要那个点呢，你还不。哎呀，这真的。没事了，老妹儿啊，做饭呢。老妹儿啊，哎呀，就我们俩人在家，那个，哎，那阿姨她也不回来呀，这是。
这边是厨房哈，哎呀，这个厨房，哦，这边是厨房，哎呀，这真的，哎呀，哥哥姐们这。嗯，哎呀，这阿妹啊，哎呀，这个，这你们一般来说都是几点钟吃饭呀，阿妹啊？嗯，九十点过钟吧。九十点啊？哦，就是说九点到十点钟，嗯，啊，然后再做饭，对，然后到十一点钟时候再吃饭，啊，这样子啊，都吃饭吃的比较晚啊，啊，这样子，这阿姨她也不回来做饭啊。那个，哎呀，这真的，这我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，哥姐们，我已经两天没有吃了。这明天五早五晚我都要吃个鸡啊，哥姐们，明天必须要吃鸡了，不吃鸡不行了，真的。明天不送到鸡，我就不整。不是阿妹，你不要搞了，你不要那么麻烦了吗？没事没事。哎呀，就我们两个人在家里面不方便啊，感觉就是你妈妈也不在家，就咱们两个人啊，那不太好，不太方便。那个，那阿妹，你这样，你这是红薯是吧？嗯，对。你这样，阿妹，你把这给我削了好不好？给我削了，我喜欢吃这个。你给我削了，找个那个找水给我清洗一下，找个刀给我削好，我吃这个。我喜欢吃这个，你要吃这个？哎，好，给我削一个嘛，哎，来搞一个，我就走了，再见了啊，哎，洗一洗啊，哎呀，洗一洗，给我削好，哎，给我削皮儿啊，给我削皮儿，哦，这全部是那个啊，全部是那个灶，这个是啥呀？这个，哎，是干辣椒。哦，这边干辣椒，这是把那个辣椒全部都整好的是吧？都吃完了。啊，吃完了。啊，洗好，给我削好，削好我就吃啊。这个应该是好吃的啊。哎呀，没坏吧这个？没有。这个没坏。哎呦，这个人说话永真啊，你这说话不文明，还抱一下他，你开玩笑？你要如果这样说，我把你给踢出去了啊！真的。你别这么搞笑好不好？你这人怎么这样子？你好好说话啊，好好说话，我不踢你啊，好好讲啊。哎呀，这是红薯啊。对呀。哎呀，这个红薯好，来吃一个红薯吧。哎呀，哇塞，哇塞，这个红薯好。哎呀。嗯，哥姐们有没有生吃过红薯？这黄薯啊，这黄薯是吧？黄薯好吃啊，嗯，这可以。等，我试一下好不好吃？如果好吃的话，我拿两个走，好不好？阿妹，你说好。我说我待会如果觉得好吃，我就拿两个走啊。嗯，好。你拿着嘛。啊，行，来把这个。把这个，哎，慢点啊，不要割到我手了啊！哎，好，来这个来，慢点，你慢点，你割到我手啊！哎呦，别动，慢点，你怎么那么粗鲁啊？嗯，好，哎，那我吃一个试试，啊！哥姐们，我吃个试试吧，好不好？行啊，哎呦，这边有那个挂的地方，我吃下试试啊。小花不在这边。哎呀，这真的，我试一下这个好不好吃啊，哥姐们。哎呀，我尝一下。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个生的？
这是你们自己种的是吧？对啊。嗯，阿妹，给我装两三个好不好吧？好，我回去我烧稀饭喝。好。嗯。嗯，回去。不要说，不要说，小妹，不要说。说到底呢？两三个就可以了，两三个，不要说。只是不好看。你装完也行。装完。啊，这装不是一点点就行，不要装太多，装完不要装太多。哎呀，你这都搞完了，家妹人太实在了，还给我装完了。不是你。装完就不要装了啊，装完就行，不要啊，没有了，没有了是吧，空了，那空了就不要装了，好。丈母娘呢？丈母娘她出去了。哎呦，不是，这什么丈母娘？她，人家阿姨呀、啊，阿姨她出去了。你东西，老板他待会来了，你要看清楚啊，不要少了啊。嗯，不要少了，因为那个。你清点一下就行了啊。明天吃鸡啊，明天必须要吃鸡啊。你们觉得明天中午咱们能不能吃到鸡？明天中午吃鸡，不吃鸡不行了。至少吃一只啊。那我走了，不方便啊，别弄得不好。哎呦，我得走，我走，我走。那老妹啊，那我走了，老妹，那我走了。我煮饭给你。不用，不要走了，不要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不那个啥了，我走了哈，那不好意思了啊，那我走了。不要弄了，我去看老板有没有给你送过来哈。那我走了，我走了，等以后有机会我再来啊。然后不要走了，不在这吃，不在这吃。等后面如果有机会，阿姨她在家，我再在你家里吃啊。那我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那有点多吧？没事，你带走。没事，那我走了。走了，走了，阿妹。走了。嗯，好嘞，我走了，拜拜了啊。好。不用送，不用送。哎呀，这阿妹，这太好了，还送我来。阿妹，你在家里面你停步吧，我就走了啊。祝阿妹越来越漂亮啊，早日找到男朋友啊。我走了，拜拜阿妹，拜拜，拜拜拜拜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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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了哈。那我这我就抵制了，是不是有点多哦？没事啊，多不多？那不多，那我走了。那行，拜拜啊，拜拜拜拜。好，那哥你们咱走了，不方便啊。多逗留的话，我跟你说吧，咱粉丝都炸了锅了啊。就肯定说，小陈你怎么还不走？怎么还在你家里面？孤男寡女，共处一室，对不对？
这不太好，算了。嗯，这个还不错啊。嗯，太好吃了。就是那个红薯啊，哎，明天吃鸡啊，明天中午啊，咱们就肯定要吃鸡啊，大姐们，今天是个例外，小陈如果想吃鸡，那是分分钟就可以吃得到的，我跟你讲，真的，小陈想吃鸡没有吃不到的。我说对不对，哥哥姐姐们？对的话，咱打个对。就是说我今天是个特例，知道吧？今天是个特例。阿姨你好，去哪里呀？去哪里呀？哦，去上面是吧？哦。哎呀，你们，走了啊！直播间的哥姐们，走了。哎呀，他们怎么都不吃饭呀？我真服了。嘿嘿，阿叔你好。哎呀，都在这边休息啊。嘿嘿，哎呀，这真的好。阿姨。你好，哎呦，这是我那个，这是我问人家要的，人家给的。这是什么？你看一下，这好不好吃啊？这个好吃啊。要不阿姨啊，吃饭没有？要不我把这个拿给你的，你们家去做饭吃哦。啊，就是说到你们家去吃个鸡，能不能就把这个拿到你们家里面换只鸡吃，好不好啊？就换个鸡，就是今天晚上你们家有没有鸡啊？没逮鸡。没逮鸡，鸭子有没有啊？鸭子。哎，就是说把这个给你，你给我一只鸡，咱们一起吃。我吃不了多少，我就吃两个腿就行。啊？不做饭啊？吃饭没有啊？还没吃饭，就是说换一只鸡吃一吃，就是换鸡，就是我这个红薯换你家鸡，咱们一起吃。我不拿走那个鸡，我也不拿走，我就吃两条腿一个翅膀就可以了，或者鸡吃个鸡头。哎呀，不行。就是，哎呀，那行吧，那我走了啊。哎，好，我走了。哎呦，这前面这美女行不行啊？哇塞，这个美女长得漂亮，看见没？嘿嘿。哎呀，看见没？我们往这个前，哎呦，这赵老板给送过去了。老板，好，去吧。老板他送过去了啊。走了，我们到这边来啊！走。他走了，他在那边，走过去过了。我看一下，小花没看到，小花他那个了，小花他不舒服，哥你们，小花不舒服，小花不舒服，老板给送过去了，老板。老板，全部都送走了是吧？全部都送走，阿姨给送过去了。他走大路去了。哦，他送过去了，够了啊。好嘞。好嘞。我那个米呢？我看一下。我那个米它在哪里啊？我看一下。